大家好，我是兜兜，我是一名 UI 设计师，现在在深圳互联网一个公司上班。我的工作是每天朝九晚六，每天坐在办公室电脑前设计网站，设计手机应用的各种界面。早上进了办公室开始，基本上一坐就是一天，运动的话就是起来喝水。今天下午有美月的生日会，这是生日准备的一些好吃的，还有蛋糕，有两个蛋糕。今天我也是生日的主角，先戴一个这个生日帽子，再开始点蜡烛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my dear friends, happy birthday to you。拿了一块蛋糕在座位上吃，边吃还可以边看一下工作情况。我拿了一个榴莲的蛋糕，榴莲蛋糕还挺好吃的，还有吃剩下的水果，同时拿在座位上。我们一边工作一边吃。吃完东西就又开始干活了。最近的工作比较忙，公司官网改版，公司的管理后台也全部都要重新设计，最近每天都开始加班了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喜欢我的分享请关注我，我是兜兜，每天分享深圳的真实工作和生活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